年问那么个历史过树冠，店里面的妈妈桑擦的有三段，叫群找武士老板，猎天杀上耍下家枪，印尼人空腹最赞，然后金童造铁五三，他们自我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，什么刀枪棍棒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，什么兵器最喜欢双截棍，柔中带刚，想要去人们送上去扫武钢，怎么该怎么该，呼吸吐纳性自在，怎么该怎么该，气沉难免受心慨，怎么该怎么该，日行千里心下来，飞檐走壁莫奇怪，去去就来。向前一记左勾拳，右勾拳，一句惹毛我的人有危险。一再重演一根我不抽的烟，一放好多年，他一直在身边。怎么该怎么该，我打开任督二脉。怎么该怎么该，东亚兵不敢战败。怎么该怎么该，已被我一脚踢开。哈，把子用双截棍。什么刀这个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，什么兵器最喜欢双截棍，龙爪带钢，想要去河南嵩山学上游武道。他是用双截棍，呵呵哈嘿，他是用双截棍，呵呵哈嘿，心无情的前进，横车无敌，是谁在天下间风生水起，他是用双截棍，呵呵哈嘿，他是用双截棍。Shut up!